大家好，我们来测试这一台哈，讯飞的80T7A，然后它是10000的电池，没有看错，我就是用10000的，放到最后面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飞行哈，然后一下，好，来我设定一下时间，我设定个7分钟好不好？7分钟，不要每次都放过头啊，所以我们把时间设定为7分钟，测试一下。今天的点阅率就靠这台了。我们飞10000的电池比较重，我们跑远一点，跑远一点。让 L39先飞。对 ，L39先飞。真的是 Express 啊，贴。就那台那个OK 好，来起飞哦！我录完再跟你讲吧。讯飞了，讯飞了。都没微调哦，都没有微调吗？有，之前飞过啦，就是没有录影啊。我之前飞过啦，没有录影啊。然后我现在是半油门飞行，那它飞机可以稳定一下，然后冲场的时候再来一个全速。冲场就全速，然后平常就半油门飞行，这样会比较省电，这样飞行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。好，2分钟快到了。等一下，我要飞7分钟。好，2分钟先到，那我们来继续飞。录影时间3分半。因为刚刚还有在一个介绍嘛，要以我的遥控器为主。好，没有飞机了，那我们来左右冲。有。啊，没有像失败要磨地板。不要了啦，飞机又变丑，我要怎么飙？
影时间五分快半。快半吗？快。差不多也要飞到，要多拉一分半钟。有时间差不多要到八分半钟啊。啊，幻象的十八上去拦截了。那个幻象要上去拦截了。不是教练机嘞，他来拦截我。现在录影时间六分。靠北路错机子，我还在飞，我还在飞哦，在哪？我还在飞。妈，刚才录到是 F18。时间现在七分十二秒。七分十二秒。还没。刚才那是全油门吗？刚刚是半油门。嗯，好，等下全油门吹一下。全油门。差不多降落了吧，对不对？现在录影时间快七分五十秒。七分五十秒，好，差不多，准备降落，挑战七分钟。有都有都有都有。录影时间现在快八分十秒。降落。哦，米二九半飞，点阅率，点阅率，哦，OK 啦，可以耶，没问题，一万的照飞。一万兆飞，我差不多，我想电压差不多3.7左右。我们借个测电表来试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。我这里。航线有没有测电表借一下？对啊。阳光的嘞，没关系。哦，有。没关系。看趴数吧。一万的飞下来，剩几趴嘞？测看看。差不多只剩10%左右吧，14%差不多，跟我猜的一样，3.70左右。哦，飞了差不多7分钟。看遥控器啊，我遥控器刚刚忘了看。OK 啦 ，OK， 好，没有吹牛哈，一万的电池，好。OK 啊，中间还有录到幻象啊，18啊，就这台啊。那这一台飞机测完了，择日可以开标了哦。OK 啦 ，OK 晚拜拜晚上拜拜晚上那个没有晚上还有，过几天。好 ，OK， 拜拜哈。来哦，刚刚我们测试10000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测试9500的。
好，9500的 ，OK， 好，来，9500，然后一样，我设定时间，设定7分钟，好不好？7分钟，好，7分钟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哈。太阳不见了，可能这样会比较好辨识，我发现太阳很刺眼。好，来起飞。哇，后面那个尾喷灯就亮了耶。亮哦。掉飞机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右边有人好像掉飞机哦。我要幻象，差点差。差点。学乖了，学乖了。他那台幻象很识相，知道我新飞机来了，主动退役。麦修麦修，冲了！来，升一下。爬升。现在录影时间2分50秒，要撑到7分钟，所以油门要拿捏一下，不能太久，尽量慢慢飞。对，然后前油冲一下，前油冲一下，慢慢飞太没有 feel 了，然后冲一下才会爽。能不能以后能不能出个12000的？应该是电池密那个容量做大一点，然后重量柴机都缩小，这样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容量变大，吸速变高，然后体积缩小，重量缩小，电池科技啊。然后吸速大一点，对，吸速。你没有大吸速的话，你那个导风扇飞机很难飞啊，不够烂。哎、欸。来，爬升。来，再来爬升。现在没飞机了，可以乱翻一下了。现在录影时间快4分半。又录错飞机，又录到12。时间快5分了，快了。快5分了吗？就是5分，现在5分。
feel 感不错。飞八字吗？对啊。因为哈、哦、八字有可能会跟它相撞，没有飞机下来坐了，不然这样绕哈、哦，两边都有可能会撞到。是一万的。哎，对，一万的。哎，九千五。差五百，跟基本上就跟一万一样的意思啦。对，是的。啊！录影时间快六分十五秒。六分十五秒吗？快了，哦，现在正式。我还要撑一分四十秒哦。嗯、以计时来，以遥控器计时来说，没关系，你们起飞，我没那么快，我要一分四十秒。我这个是等你路过，我这个是长录影时间飞行。现在录影时间六分三十秒。这是长时间飞行。现在录影时间七分钟。录影时间现在快七分十秒。我还有四十秒。好，来，准备放起落架。录影时间现在七分半。好，来，准备降落。降落。现在录影时间七分五十秒。进场的辨识度，进场，哦，那进场哦，靠山那边的辨识度真的是跨不，你刚刚，我、哦、那山那边都灰色的，飞机会隐藏啊。对，年轻人眼睛好，我们这老灰亚了，左边进场那个颜色又看不太到了。上。哦 ，F15。好，来，我们来量测一下。好，低压，低压，应该差不多也三十，差不多。我三点多了。对，如果说呢，大家是都保持速度，然后方式好，就是很好。没有的，我想不到有人在那个走完线没有？哦，昨天还有人绕大圈。有三点七多，有没有？3.75、3.74，对不对？哦，差不多，9500跟一万差不多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测试完毕。好，拜拜。